我们现在正在师父的练功房进行难得一见的练尸骨大法，非功力深厚者不能为之。尸骨开始动了，有反应了，他不断做出轻微的移动，似乎受到感召。好，让我和阿梅问一问我们的自身和事业，请阴灵指点迷津。哎，我想问下我事业会是怎样。事非常好啊，是好到什么地步呢？有几好？他们不用问这件事了，那我想问，不用求多啊。那我想问一下，我会不会有机会在这一两个月之内惹一些官非呢？意思是犯官非，或者被警察拉，或者什么少少人事上的事，不用担心，什么事都解决到。就不是说怕，不是拉上妻管，不是什么的。No。 那我呢，我的事业呢？你是谁啊？我是什么啊？你问阿美，介唔介意问你个问题？我想问我嘅事业咧。两年后，咁我想再问下，今年之内可唔可以揾到一笔钱可以买楼咧？未有机会。咁几时先会有机会咧？嚟紧嘅等等，佢话叫你唔使问噶，嚟嘅就自然嚟噶啦。咁我几时可以有机会结婚？佢唔肯答你个问题噃。佢唔肯答你个问题。咁我能唔能够改善到我妈咪嘅生活啊？你不要强求，不用强求得的。有没有什么忠告可以给到我们两个呢？你这两年做的功夫是准备功夫。你现在不用强求的了，这些东西是来的了，给你心机做啊。你问得多啊，我就